羽球混双组合程炳顺和吴柳莹的默契从球场延伸到电影，今天双双献出大荧幕初体验。而对于两人所饰演的角色，导演郑建国却有料要爆。我要爆料，我爆料。其实一开始找炳顺团的时候，讲话小心哦。没有，就一开始跟他们讲说要找他们演夫妻的时候，炳顺是有点小考虑啦，就是有点小不如找炳顺。因为我们时常觉得我的角度觉得我们时常合作，对，就要有一个新鲜一点的，新的火花。然后我就觉得讲说因为毕竟。你们在一起是观众想要看到的，就是因为你们一直打球在一起嘛，所以如果一起出现在荧幕的话，感觉上比较观众比较想要看这样子，所以到最后还是把你们摆在一起。虽然从好拍档变成一对夫妻，令炳顺一开始感到别扭，但两人的第一次依然获得导演称赞。以第一次的经验来说，我觉得他们很自然，因为我里面其实有两个笑点，我刚才跟他说，然后我很怕他们 carry 不到，但刚刚试的过是做得到的，而且是很好笑的。至于两人从拍档变成夫妻又有什么感受呢？就你平时是跟柳莹在场上合作的，第一次跟她演戏就觉得怎么样？很不自然，一直笑场。对，就是每天都在一起呢，但是不是以这个合作的关系来合作，就是有点怪怪的。其实也是有一点的，还是会感觉有点怪怪。而事实上，他们这次参与演出并不是为了钱，反而是抱着尝试新事物的心态，所以他们之后会将酬劳捐作慈善用途。